典音乐。就是陪伴我们一年哦，一起带着我们听以及演化而来这些音乐的 Lulu。 Hello Lulu 你好。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Linda 你好。 OK， 今天 Linda 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听一点音乐。听什么音乐呢？听我们的好朋友 Lulu 带来的好音乐哦。好，那就马上进入今天的听一点音乐这个单元，听听看 Lulu 究竟今天又准备哪些好听的歌曲给我们欣赏咯。也幸好这些经典人物做我们生命的那个音乐背景，对对，我觉得蛮好的。嗯，好，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么动感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就是 calm down 的时间咯。嗯，非常非常的 calm down。 这首乐曲是什么样的一首乐曲？这首是轻音乐的那种喇叭乐曲。轻音乐啊？对。大家可以准备，这已经算是 smooth jazz， 准备睡觉了。我说的好，我今天没有太多话说。我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乐曲，它是 Sunday Morning Santa Monica。对，Sunday Morning Santa Monica。这个 Santa Monica 我就在 LA 下面，然后这因为这个是很即兴的，因为爵士就是一种属于即兴的，对对，所以他们吹奏这条曲的是也是很即兴，就把它取个名字。这是一个华裔音乐家，可是他的名字叫做 Wen Mew。Wen Mew。对，这位其实他本来是学法律的哦，学法律的人跑去做音乐，多才多艺，多才多艺。他的那个乐风其实非常的广泛，有 cover 到拉丁，也有 cover 到 Bob 爵士，也有他的 smooth jazz， 还有 fusion 都有，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广，那个音乐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对，米西其实本来就是比较优雅的，对对。属于比较优雅的，这位音乐家是华裔，所以他有参加过一个电影叫《喜福门》的演出，大家可以看电影找找看。对对对，因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所以如果说有兴趣去看听他别的条歌，其实他很多歌，不同风格都很好听。这只是我选出来是最近他出的 CD， 最近出的 CD。如果很想听别的歌，当然是欢迎上去看看他的别的歌。他这次就是jamwave.com。OK， 大家可以上去找找看咯，就会给他一些意见。打上他的名字。OK， 好，那么我们就在这首音乐当中再次感谢我们的 Lulu 带来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咯。We would like special thank you for our musician friend Larry Smith from Barcelona and Wen Mew from LA. 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music. We'll talk to you soon. Bye bye. 再次感谢 Lulu 的这些好朋友提供这些好听的音乐给我们音乐风一点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每一次都可以感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音乐的元素。好，另外要在这首乐曲当中跟大家说声晚安咯，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都有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请继续锁定正午我们电台的音乐风一点。晚安了，拜拜。